Log 3第五集，今天来看看哪些技能最多可以叠三层。狐狸二，人马 Q， 金克斯 Q， 瑞文被动，塞拉斯被动，维鲁斯 W， 六个。接下来的三个需要用时间来叠，大头 Q， 翠神 W， 狗被动，最后这个有点特殊，蚂蚱 W。 这类技能不是很多，所以这集只有十个哦。下集预告，三次攻击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给个三连哦！感谢收看。